大家好，我来自世界真禽朱鹮的故乡，中国秦岭南麓的陕西省洋县。我是政府县长杜家才。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我代表44万洋县人民给大家拜年了。今天和我一起拜年的还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朱鹮牌洋县黑米。秦巴山水孕育出的洋县黑米，因其食药兼用的特性，被历代帝王列为皇室贡品，有长寿米、黑珍珠、米中之王等美名，被誉为食补国宝。其富含天然花青素，具有很强的美容养颜作用。开发的黑米茶、黑米醋、黑骨甘红等十余种产品，都是健康养生的上选之品。品一盏黑米茶，喝一杯黑骨酒，吃一碗黑米粥，会让你感受到来自朱鹮之乡的吉祥、幸福和安康。物华天宝运珍品，洋县黑米送健康。祝海内外朋友在新的一年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